你们刚才有唱吗？有。非常感谢。我觉得最美的时刻就是跟大家见面的时候，所以很开心可以在每个地方，然后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见到大家，都可以创造最美好的记忆。然后大多数人听到周深这个名字应该都是大鱼，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应该这也算是一种就是不忘初心的感觉吧，永远都可以记住我们最初见面的那一瞬间的美好。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左边的朋友们你们好吗？右边的朋友，嘿，来看一下你是当时是在哪里听到的这首大鱼呢？也很开心我们在草莓音乐节跟大家见面了。大鱼，谢谢你们。
意义。